所以我第一次听这一首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有点恐怖。但是后来想想之后，对这个时代呢，是以前，没有那么，那个方便，对，科技非常发达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年轻人呢，就是科技发达了，可是别忘记就是当初的，就是单纯啊，这种心，我是觉得不要忘记会比较好，因为最近写信的人比较少了，大家都是赖手机嘛，对。那可是我好喜欢写信，我有时候写给外婆啊、奶奶啊，在日本，我外婆、奶奶都变成现在快90岁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就写信给他们。那电话也可以的，但是写信会比较有感觉，对，比较他们比较懂得，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说呢，比较表达。我想你说的看看感觉，是啊，谢谢你。那大家唱一首歌是 Love is Over， 那是欧阳菲菲，也是台湾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手的。对，我觉得欧阳菲菲很喜欢欧阳菲菲。对，然后好，你知道我刚刚在干嘛吗？看，这个就是科技发达，然后就是这个，这样子的现场直播，就是我唱歌，就可能有人台湾各地或是世界，可能别人在看这个场合这样子，然后现在歌大家都有了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很科技发达，我也最近开始用这个，好，那。我唱完 Love is Over， 就是第一个礼物哦，就是要礼物。那我刚刚说的，我的出生地在哪里？对这个问题，好，就山口县。等一下。你们讲出来的，那我要换问题了。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哦，就没错是山口县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想让大家想一想，然后等一下就我问，举手，谁最快，然后就回答这样好了，这样比较公平哦。因为今天就是只有两个，那